着在录影拍照有没有？啊，这现在哈，你一唱完，大家就马上按暂停，然后马上帮你拍一首这样。刚刚大家就可能还是想要录讲话的时候，所以大家就没有空拍一首这样，对不对？点头就对，你要摇头是怎样？超级调皮。好啦，非常的感谢，我们今天是第二次见面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啊，上次见面的时候，我们是在那个乐团的时候，对对对，婚礼乐团。我们这个小雨超级厉害，能歌善舞，还会弹 keyboard， 还有其他乐器吗？二胡，好厉害哦！怎么那么厉害？像我就没有都不会，没有厉害，我只会什么都不会。有没有？你要什么都不会？主持也不简单呢。真的吗？我觉得是体力上啊，就像体力要声音啊，就要站很久。对啊，我觉得我等一下如果受不了。我就先去换布鞋，这样身高会降低很多。没有，我的布鞋很高哦，我的布鞋超级高，大概这么高。不舒服的话还是要换的，对啊，要站比较久，不然回家开车脚都会抽筋呢。我觉得我开始就是做主持之后，我最不适应的就是要站很久。对对对，就是一直讲话，我觉得倒还好。可是久的声音还是会有差哎，真的会有差。我觉得我一开始的声音就是像小朋友一样，我现在就像茶杯，没有，你还好，你还好，算还好了。真的吗？可能是还没有被历练过这样，可能才三四个月的时间。你一个月做30场，你就会少下。那应该还久，不会，应该还久。哎，现在年轻主持，你这么年轻的没有？真的吗？几岁吗？有人知道吗？猜猜看。你是你太客气了，是吧？新北元明，他很会聊天哎。新北元明涛姐，盲攻北侧。再猜再猜好不好？再猜，还有人要猜？有吗？有人要猜看看吗？猜对了没有小礼物？猜对给你们一个爱心啊！22吗？没有二，好了21啦。对啊，今年要满22了。对啊，对啊，很年轻哎，22岁主持，你们有看过吗？对啊，你们回答一下，你们今天怎么都没反应？对啊，他们只有看到婚了是不是？他们只有看到那个穿三角的，他们才会有反应。等一下都不要拍，都对对对，传给我，拍的蛮好看的，他帮我拍的蛮白的，有一些摄影师拍起来就是超黑的这样。哦，今天的灯应该不是。等一下，我们加一下那个 LINE 有没有？然后我们加一下脸书啊，那照片 AirDrop 给我这样。谢谢啦。对，啊，唱两首歌曲，然后再跳舞嘛。对，我没有做过这个，我只想把这个乱掉。我们等下，我没有做过钢管，我做过歌手，没有做过钢管。没关系，你要教我。久的你就知道，我不用教你，教我没办法教你。来跟我说一下这是什么游戏规则？来，我先放首歌，再跳舞，然后再跳。对，你没有教我，粉丝应该会教我。观众他们应该比我还要知道，哎，不可以听他们的，真的吗？不要被带坏。他们就说你就会跳30分钟，然后唱20分钟。对啊，你想要被带坏不行。对啊，对啊，你们是不是有这样想法？只是想要乱教我，看我什么都不知道就给我欧北共。那个黑羽比较正直啊，他会告诉你。哪？他说他菜椒啊，屁啦！哎呀，你看我看开了，看开我阿伯出事，就伫伊就直接咧看表演啊。什么？有10年吗？有呢，超录影超过10年。那10岁的时候，我10岁的时候我在干嘛？哎，你超过10年，他真的才10岁哎。OK 啦，我20啊，21，今年要满22。好可怕，很可怕！大家认识都是老前辈了，有没有？看了一个，不是把老去掉前辈。哎，老前辈，有没有人是他比你2倍的？有哦，说不定蛮多的哦。哎呀，我觉得这个时候真的是大家非常的这个辛苦了，大家很辛苦，在那边等很久。对啊，好热，看表演一下，真的。哎，丢的蛮准的，亏心姐姐，嘿啊！全部答应了，我这是这个上次是大甲妈发的吗？是这个活动吧？不是，哎，你姐呀，快啊！你来这个活动拿别的活动的扇子，有人拿到大甲妈的吗？看起来没有。他这是没有发扇子吧？没有吧？他可能要发电风扇。我等一下去站在那边，有没有？我得卡点，我后退一点，后退一点。我站在那边，我不要动了。哎，真的很热哎，给你们好辛苦哦。是是是，很辛苦。你继续唱，我要去那边吹电风扇。去安排，来来来。好，你继续安排歌曲，我要唱，我要吹电风扇。